嗨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今天花妈教大家黄金鼠一个350的黄色，然后记得哦，后面要打气留两个拳头哦，哈，要做老鼠哦。然后这个是要做五片花，五片花跟平常一样留一个拳头，不要打气哦，哈。我们先打气好以后呢，它的脸哦，哈，四个手指头上来转三圈。然后要把它变耳结，前面、后面抓紧，绕三圈，好，变耳结咯。接下来是它的耳朵，耳朵就要圆环咯，圆环也是四个手指头，两个耳朵，尽量给它一样哦，哈。有，谢谢默默，默默是我的大女儿哦，我爱她，她也爱我。不要暴露我的年纪。她的脖子一就可以了，一的单倍就可以了。然后按一按，然后她的前脚二，两个二，两个二，然后单号转在一起。它的重点是在它的那个前面的脸哦，哈。然后它的身体也是二，然后后脚一样两个二的单号。Okay. 然后剩下的这个尾巴要穿进去后脚里面哦，它才不会弹开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的那个五片花要先穿进去，五片花的这个打结的地方，先穿进去后脚。穿进去，好，拉住，拉住，然后开始做五片花，这样子待会就会比较自然。好，一片，五片花哈，就是五个圆环，两片，三片，不转哦，不转，四片，五片，好，做好以后塑形。把它们调整好，摸一摸，摸一摸。Okay. 好，接下来就是梦梦画画。三，小老鼠上灯台偷吃油下不来，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滚下来，财源滚滚来，滚滚来。新年快乐，记得关注。留言哦，分享，谢谢，拜拜。